老头，你以后是我的人了。直接先公主泡了。你要哭了？没有。他眼眶红红的，希望他可以好好表现。拼个小汤圆汤包。要去户政事务所结婚登记，挑这一天的原因呢，其实是因为汤宇生日，然后加上我没有去算过，就这日子对我们来说算是比较好的。没有人想过我要结婚了。所以你没有想过你会结婚吗？我当然想过我会结婚啊。那你有想过你跟我认识一年后就结婚了？没有。我们认识一年半，然后在一起一年多。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闪婚的？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算闪婚。好累啊！这里要打户政吧？对，十一楼，公所哎，十一楼，十一楼，开始哦！快快快，来不及了！今天是110年，111了。啊！我写错了，我太紧张了，我写成今天的了。我再帮你们换身份证。单独到电脑吗？对对对，存档。OK， 老头，你以后是我的人了。直接先公主泡了。我们有想要申请那个结婚证书？要。那一份是100，需要几份？来个10份吧。10份吗？吵架的时候可以撕一啊。吵架的时候。你要哭了。你是不是想哭？我没有，他想哭，他眼眶红红的。拐到了，拐到了。由我为你戴上你的戒指。娘，怎么办？我要踏入婚姻了。开坟墓。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，理所当然才是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结婚了。前几天跟汤说，就是因为我太害怕结婚了，对于要结婚这件事情感到很恐惧。就像我说的，离过婚的人都会觉得爱情是不会再永远的。汤宇应该是我认识到现在以来最包容我的，虽然他有时候脾气也不好，在一起久了嘛，难免都会消磨彼此的脾气跟耐心，但他还是在每一次不管是我错还他错的情况下，然后跑来低头抱抱我，然后哄哄我，这是很多男生做不到的事情。有时候明明是我的错，所以男方可能不太会愿意道歉或是哄我，但他很乐意。我是你法定的妻子了，希望你以后脾气改一改，然后不要叫我改脾气，我改不掉。特地的双标女在这，嫁给他绝对不是冲动，是想很久很久的事情。希望他可以好好表现，拼个小汤圆汤包。Yeah.